哈喽，大家好，我是山东大拳头肥尔鱼香公司马武进，今天是2021年12月17号，我们来到了桂林市宁桂区南边山镇一个大江这边一个莫大的一个果园，这个果园呢也是在南边山金沙山这里一直购买这个大拳头来使用，它整片果园到目前为止已经使用了40大拳头。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使用过大拳头之后，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镜头走进这个果园，这边的话是全程使用大拳头的，一看过去，整个果品啊顶上都是看得很均匀，大小很均匀，然后这个果汁比较周正。然后这个附近这一片的话就是人家的果园没有使用过大拳头的，可以镜头也可以过来看一下，一看它果汁的话是。 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果汁着色没有那么均匀，然后个头呢也是稍微的比较小个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拿这个卡尺啊，过来量一下这个使用过大拳头和没有用大拳头的一个区别。我们再看随便卡一个果子，看它的一个直径的大小是多少。 随便卡一个啊！现在这个的话就是在45，这果汁的话基本上都是比较均匀，这个是51，然后看一下中间的小一个一点的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基本上也是有45，就是说用了这个大拳头之后啊，对这个果汁啊，这个苹果还是比较均匀的，果汁的大小非常均匀。然后这个着色方面也是现在颜色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很均匀。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旁边这一个的没有使用过大拳的人家的一个果园啊，看一下它的一个果汁表现，基本上的话还是一看的话就是区别很大，很明显啊。就是我们现在也看一下它的这个。 大小啊，基本上小个的很多，看到这个小个的有多大啊？你看这个是用其他肥料的，其他人家的果园，这个才多少？才35的果，然后我找一个大一点的，上面这个里就像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一点的话，也就是45左右。 但是这边呢，基本上的话就是小果比较多，上了45的就是比较少。但是我们用了这个大拳头之后呢，它就是这个果汁啊非常均匀。然后现在我们也可以来测一下它这个的糖度，看它的糖，用了大拳的糖度能够达到多少。我们现场摘一个，随便摘一个来测一下。 先我们掰开尝一下啊，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口感一测的话，起码也能够达到这个应该14、15这个糖度，应该是没问题。我们实际测一下吧，因为我们这个。 大拳头里面添加了这个浓缩糖蜜发酵液，可以提高这个果实的一个糖度、增甜。现在测出来的话，也就是能够达到14的这个糖度了。在沙漠局这个目前这个时间段，能够达到这个14的糖度，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口感也是吃的也是能够顺口了。因为我们这个用了这个大拳头的一个果园和没用的一个果园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这个大拳头。 能够为这个农业增产增收，然后这个你看这边这个果园呢，一看就是非常明显，有很大的区别。然后我们以后用这个大拳头，希望大家农户啊就放心的去使用，在这个沙农局上面，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果汁着色均匀、大小均匀，增加这个口感，后期能够为那个全球的农业大家增产增收，出口的高端颗粒手动肥大拳头。 您值得拥有。
Thank you.